好，朋友。
我们现在还是请我们的诚信中心会来帮我们鸣报。我们竞选总部成立，正式开始。对啊。那么同时，我们也请我们程序员程序员刘建光上来，谢谢大家，来喊一下好不好？程序员。首先呢，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灵性中心会。